戏游是日文戏游的意思，出张所是出差办公的地方。戏游出张所位于台南市安平区，前身为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台南安平分市，2003年被台南市政府列为市定古迹。出张所最具特色的产品是366生日彩盐，366种彩盐代表了不同的生日及寓意，可以从中寻找自己生日的专属彩盐。另外，盐卤豆花以及海盐双麒麟也是出张所的特色商品。吃完了以后，我们把剩下的盐一样放在这个盘子里面，然后用你们手上的小木锤，来，迪迪，你的借我一下，这个空盘子借我一下哈。我们盐会在这个盘子上，那我们就用木锤这样子压着，左右左右去旋转，把盐给磨细。磨细完，大家的盘子上面都有这个小吸管，那我们就用这个小吸管把盐缠起来，然后加到各位的星星瓶里面。我们每一个颜色瓶子里面要有6个颜色哦。雪原烧 DIY 是出张所最受欢迎的特色活动。雪原烧内的鸡蛋吃起来散发出淡淡的海盐味，敲碎的彩盐放进星星瓶中也是漂亮的摆饰，是个适合大朋友小朋友参与的亲子活动。想要更了解戏游出张所，请上网搜寻戏游出张所，戏游出张所，戏游出张所。